您的大太阳，信徒敲锣打鼓，和平岛岸边传统造型的王船载满各种旗帜，载着三府王爷缓缓驶出港口。基隆和平岛社里庙一年一度的王船祭，星期天一大早，船队随着乐声正式起航。王船周边围绕着好几艘船，跟着航行在海上，许多信徒前来共襄盛举，名额一下就被抢光。今天人来是因为天气很好嘛，所以报名的人蛮多的。他有让人家去报名来参加了，也不是我知道消息要报的时候他已经满了。和平岛社里庙又被称为王爷公庙，兴建于清朝乾隆四三年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主祀林温富三府王爷，神像都来自中国。每年的农历6月15日是王爷圣诞，借由海上出巡，保佑渔民平安大丰收。没有，这个是他的诞辰必须要做的一些活动。一般来讲的话，那个现在规模比较小，是现在因为只有在那个基隆市区，以前的话，因为就是整个台北都。整个仪式依循传统，也吸引不少摄影爱好民众到桥上等待。在岸上的话，你可以拍整个大景。那我们是喜欢拍照的，所以我们两种都可以试一下。王船一路经过瑞芳及八斗子之后，回到和平岛，岛上难得有庆典，许多人都前来共襄盛举，希望能够获得神明庇佑，一整年平安顺遂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